感恩观世音菩萨跟师父，请帮同修的儿子看1981年属鸡男的，想看事业。那个鸡的图腾啊，现在呢走是走在比较平的路上，但是呢上面呢比较黑，鸡的头上面比较黑，也就是说它现在钱可以赚，前途有一点，但是呢出不了头，就是不能改变他现在目前的前途，听得懂了吗？听得懂。啊，他只能做一点普通的工作，现在不能出头，他想出头的话不是现在，至少要2年半以后，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啊，他是开餐馆的，现在他的生意倒闭了。他自己是吧？啊，对。他想问什么？然后他的运程。他几几年属什么的？1981年属鸡男的。什么男的啦？问他的儿子。1981年属鸡的，他儿子开餐馆的是吧？啊，对。啊，餐馆不大。不大的。对。你儿子有不好的习惯，你知道吗？知道。好好叫他改。Yeah. 不改了嘛，就倒霉了，生意都没了。Yeah. 听得懂了吗？听得懂，听得懂。你自己知道就好了，不好的习惯叫你儿子一定要改掉的，脾气嘛很倔，还不听话。他这个店你也搭进去很多钱。对，师父。叫他以后做其他生意吧。师父。好吗？好。你儿子能做其他生意的。搞点小贸易啦，小投资啦，就这样啦。脾气嘛，叫他好一点，身上毛病嘛改一改，好不好啊？他不听你话，你就给他念心经。心经哦。他慢慢就会听你话了。好吧。好。他不听你话的话，他不会发财的。哦。因为你是他背后的靠山，他一不行了，他就来找你麻烦了。要啦，很找我麻烦。整天找你麻烦。Yeah. 问你要钱。Yeah. 对。对。鼓掌。好了，看得很清楚了。Yeah. 他还想问他儿子的婚姻，他已经离婚2年了，问什么时候才能有婚姻。原来一个也蛮好的。吵啊吵啊吵的嘞，真的是。我看原来那个长得也蛮好看的。对。你的儿子还要有婚姻的话，1年半。1年半。好吧，好，叫他好好的念念经，好不好啦？好，叫他不要杀海鲜了，好不啦？好，啊，好，他杀生蛮厉害的，自己的嘛腰也不好，年纪不大，前面头发都秃了很多了。他吃东西的时候眼睛会痛。对，肾脏不好，血糖也有偏高。血压也不好。是。好啦。他儿子的功课应该怎么念，师父？大悲咒心经啊，好吧，大悲咒每天念21遍，心经49遍，往生咒念49遍，好吧，礼佛念3遍。然后还要念这个消灾吉祥神咒49遍，家里好好帮他求求菩萨吧，
好吧？好的。你家里，我刚刚看你图腾的时候，你家里好像还有拜的神啊。有是的。听得懂吗？听得懂。你家里的地神是经常来的，但是你们家里的水果呀、茶呀，要给这个台神台要经常换的，他们现在不是很开心的，所以你们家里晚上经常有声音，尤其是在厨房的墙板上，有没有声音啊？有。好啦。然后小房子需要几张？1981年属鸡男的。先念82章吧，好吗？好。放生啊。他的肾脏很不好。你的肾脏啊，腰很不好啊。是啊。然后为儿子放生多少条鱼？哎，欠的，500条。要放生啊？ Yeah, 不放生你儿子要出毛病的。你儿子现在已经有点忧郁，你知道吗？经常不讲话，闷半天，突然之间发神经病。有师父。好了，不能再讲了。还可以看一个亡人吗？好，亡人看一个吧。叫林莲花，双木林，然后联合国的莲，然后发财的发。林莲花。对。2012年去世的，男的。啊，不行啊，不好，在地府啊。需要多少张小房子？自由是自由，在地府。给他念80张小房子吧。80张小房子，好的。好吧，是他的谁啦？他的先生。他的先生是啦。啊。啊，人瘦瘦的。不是胖的，是瘦型的。对。鼻子高高的，是，嗯，对，对呀、啊，他说他回到家里来看过你好几次，你有没有做梦做到过他？有，鼓掌，好了，好了，谢谢，好，感恩师父，好了，感恩师父。